有活人吗？有喘气的吗？有人吗？哎呀，这是你家呀？你找谁呀？你不认识我谁了是吧？不认识啊。摸我屁股那个。啊？谁摸你屁股了？咋不是你摸谁摸的？你不当全村面都承认了吗？你说你长得胖那个样，我能摸你？操你真会说话！我告诉你啊，还来别拥这点事儿，你听着没？还锁门？你看我，哎，我还得给你关的。哎，你薅我咋的？你薅我夹子是不？哎，薅夹子怎么的？别动，看看，我还手好，我你滚开！别那嘎子，我哎，我不跟你别那嘎子，我说逮着你了啊！你要干啥？你要干啥啊？我爸没死呢，现在找下家了，是不是？你听我解释。听你解释啥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动我，我没牵手。你要动我姨，我就……我跟你讲，我爸现在好不容易小溜过来了，偷那点钱，我是不是给你？老不死的啊！听我说，听你说什么玩意儿？我告诉你，听我说，咱爸我爸说的。听我说，阿姨，你给我娘们靠腰！听我说，我看你怎么跟我爸解释。姐夫，这咋的了？哪儿动啊？你上干啥来了？我告诉他们娘送礼啊。我也是。哎，送啥呀？那人都走了。不是，那你的谁呀？不知道，回去吧。那咋整啊？走吧。走走走。哎，秋月，你说现在这人上哪看你啊？没想到你后妈是那种人。看不看啥呀？那贾队长不说了吗？那还能有假是咋的？跟你说话了，我跟你说话了。哎，你看我给你分析一下啊。三，借我一下，我有用。你看啊，自己老伴儿还没死呢，然后就出去找下家呀。你说是不是人品有问题？你刮了谁呢？你在高楼还信不信我揍你？刮了你了，你细想是不是？给你，号拿着啊！啥事你多合一合。起来了，是吧？来，王叔，来王叔，这家的街逛的，东西没少买呀。哎，你仨干啥鬼搜的？屋里冷，上外面晒晒太阳。大夏天的冷什么玩意儿呢？你们仨是咋了？有啥事儿啊？月，到底咋了？没啥事，没啥事。你后妈跑了？啥玩意儿？这么气！你后老伴儿让人打跑了？打跑了？打跑了？王叔，真花啊！王叔，你嘴没个把门的你啊！我不说，早晚不也得漏吗？那咋事儿啊？你以后这事能躲了初一，能躲了十五。人不行，别上火。这世界很酷。